哎，为什么没开啦？哭哦！好，我现在拆包。哎，206哎，206哎，少一关哎。哎，你看有了，所以它少一关。Purple 是 bonus 关，那个压力板是什么？bonus 这什么？这个压力板是什么？啊！是有什么声音？啊！算了，对啊，这三小啦。啊！什么鬼？等下，我看不太懂，我真的看不太懂。这样什么鬼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不太懂。我就知道不会开，我真的看不太懂。等一下，哦，有每一关都是紫色的，所以我要先丢紫色的吗？哎，真的有叮一声哎，所以。这关也要有碰到紫色的，这关哪有紫色的啊？骗我！这个压力板是不是可以丢进去？我操！哎，上面有绿色的，有 bonus play 可以放在，我没有地方放啊，我没有地方放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没地方放。哦哦哦啊啊！不是什么意思啊？靠！我可以丢黑色的。别发疯，别发疯！这样吧，这样对不对？我怎么死的？还是我绿下来自死掉？我这个都丢这里，然后我绿下来死掉。然后我就会可以把绿丢过去，红丢过去变绿，让我两个绿了。然后这样，然后把这个弄掉，然后这样过关，有叮叮叮叮声了，乖九。可他挖掉并不算过，不是吗？我把它挖回来要不要？把这两个都哎，不能挖它，那我把它捡回来。哎、欸，我不想快，我才不想踩到，靠不！然后我不要踩到它，小心点。我放，干，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挖掉，丢过去，然后放在这里，我踩它，拉拉干，这么水晶哎、欸，所以前面这几罐也有，对啊。前面这几罐也有吗？哦，哦，干，他好聪明哦！等一下，我可以把那个这个挖回来，然后我回来丢他。哇哦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他这个设计很屌哎、欸！我不感觉他设计很屌哎、欸。那这关也可以咯。他这个紫关真的蛮有料的，其实他后面故意设计很简单，还让你看到那个多余的压力板。我把压力板带回来一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后面有那个可以挖的，我把这个建立在这里，要高一点。我等一下就推到地板，让那个压力板掉下来。反正我掉来这边，然后我要把这个挖掉，推它掉了。拿去这里，那变成 bonus 的。现在问题是说我要怎么过去会比较好？假我假想一下，如果我挖另外一边，我这边先丢完，然后我上来这边。哦，这里可以出来，
我应该不用担心这里，我可以直接过来。那我走这里，这里可以走过去。好像人丢这哎、欸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就过了。两个水晶了，最后一个。哈，这一次关关也可以这样玩。也许我可以把它从这里推掉吧，对不对？但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啊，真的没有这么简单。我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压力板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它就不见了嘛，因为它那个，首先我现在要想把这个压力板搞出来，这一侧可能做不到哎、欸。老实说，这里有这个压力板会不会是可以推掉的？我在想，其实有没有可能我要推的压力板是上面的压力板？那这样我要留什么？我要一黑一白啊，留一黑一白。那现在把这个水给推起来，一定要再一个，这样才推得到。那这样问题就来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干，那里都可以推过来，内侧，这侧，这侧。一定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推过来。对，它掉了。这个放这里好像可以哦，看起来好像可以。可以啦，我要死掉哦，所以我要放高一点。有压到，有压到，有压到。然后我来这里嘛，对不对？我丢掉。我现在有 bonus place 了，应该不是用压力板，用压力板，我应该要使用拉杆。OK， 自杀嘛，拿压力板走，丢掉，靠，丢掉，靠，反向丢，这给他，我人上去，我上去游泳应该可以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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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！这好聪明哦，天啊！水晶关过了，最后，哎，过关了！哦，这个传送点是不是？所以他后来就决定把过关跟 bonus 的 plate 绑起。他可能本来想要把 clear 跟这个 wordplay 放一起吧，但是没有做完的样子。靠，这啥叫？这是在研究吗？这个不是上一代的吗？不是 together 吗？我怎么觉得有些地方好像有点像 together 啊？哦，这是最早期的想法是不是？这张图本来是想要做两个人，哦，但大部分的那个他的想法都没办法，就一个人就够了，所以他本来是 forever 做两人，然后他把其中一些关卡丢去 together， 好屌哦！这图我等说 well made， well made。